做个朋友吧。没问题，抱下。我不敢，没事，不用不用。没问题，好沉。抱抱。沉吗？还沉。是好吧？好吧哈。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？我想变成大熊猫，因为大熊猫是国宝。啊，你想当国宝对吗？对。当个解放军战士吧。保家卫国。我不。当个解放军战士太难了。不难啥呀？不难。男子汉。好好学习。我朋友身体。我朋友家长就是海军。哦。你将来当个海军军官。我不想。海军军官。我不，我懒得当。我将你将来当军官前，我去找你去。我想变成大熊猫。大熊猫只是一个国宝，国宝，对，变成国宝，整天就只用抱着竹子吃和睡觉，睡觉吃饭，对，吃饭睡觉，吃饭睡觉。想吃吃，也想春天，他们的心。爷爷，您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的？您属什么？属什么呢？对，我属鸡呀、啊。我属猴。哎呀，那你比我还大呢。你身后有鸡啊？猴在鸡的上边啊，那你厉害。爷爷，那您今年几岁了呀？我今年周岁，79。我7岁，快八。哎呀，那咱俩差很大了。等会儿，我调整一下。还有那个丑。猫的心脏是在屁股这块，是在屁股，是在猫，在啊猫啊啊，对对，有可能，对。等我家猫养什么猫？什么品种？加菲。加菲，灰色那个是吧？对，等它3岁的时候就比我妈大了，也比我爸大了，快。一年顶几岁？一年。是不是？猫一年就顶几岁？等我家猫5岁的时候，那就14，5岁就是35岁了。等我家猫5岁的时候，它就是我们家最大的了。对，它变成长辈了，对吧？对。哎，爸爸，我的名字是谁给起的呀？你猜，猜猜。妈妈。是。哥哥。也不是。你。是对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取大树这个名字呀？大树，你知道你的属相是什么吗？猴。小猴子。嗯。小猴子最喜欢什么？树和桃子和香蕉。啊，那爸爸就在。树和桃子和香蕉中间要起一个你的小名，后来一想，哎呀，管你叫桃子，香蕉，哎，爸爸，等会儿，我猜你后面应该是这么理解的，桃子和香蕉都长在树上，啊，也对，也对，也对。另外就是猴子是最喜欢爬树的，是不是？另外，爸爸妈妈和哥哥在讨论你的小名的时候认为，啊。一个大树是最有生命力的一个象征，而且是不是
你喜不喜欢你大叔的这个名字？喜欢。你小的时候实际上不叫大叔，你小时候叫小叔，知道吗？哥哥叫我叔吧，最近就叫我大叔了。那你最喜欢你哥哥管你叫什么？这几个名字？叔吧。那妈妈呢？你最喜欢管小妈妈管你叫什么？大叔。大叔。我想变成一棵树，什么树都行，只要不是被砍的树。